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骑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76集。今天给大家做一个 DNA 推出的配件包，编号是 DK26 号迷乱。它是否怎么说呢？它里头其实有两个 MPM 的相关周边，一个是 MPM Starscream 的这个手部的替换件。 但是今天我不会跟大家讲这个，因为它需要把原来的人物身上的部件拆掉，做一个替换啊。这种零件、这种配件包的话呢，基本上我现在是不会去考虑的啊。我不太想把玩具原本的零件给替换掉，所以这个我们这一期就不分享了。但是我对这一款迷乱呢会非常有兴趣，因为它是单独一个可以变形成大枪的机器人，而且呢这个大枪呢是可以给 MPM 这个。 05的这个 Barricade 是做一个使用的。那这两个人物呢，在电影1的时候呢是一起出现啊，是有个对手戏的。那所以这个梗我觉得不赖，而且它可以变形成它的一个武器，那算是不会对玩具的本体造成任何的影响啊。所以这一款我可以花点时间做一个分享。造型做得很漂亮啊，我最喜欢的是它背后这个尖刺啊，做得非常的狰狞啊，很好看。 虽然是个小角色，可是做起来就是非常的有气势啊，我很喜欢。然后这个有点猥琐的呢，这个可以把这个脖子呢往前面放低一点，这个样子就非常的有神啊！你要把它弄起来，像有点呆一点的样子，或者是往前面，然后看着比较精明一点点。那么呢，它身上有一些小毛病，就是像这个地方这个关节的话呢，我觉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看上去是怎么样？是有一个分割的一个，这个能不能看对焦？能不能对得清楚这个地方？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有一条线啊？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它裂开的呢，还是说它是本来就做出一个刻线？反正我看起来哦不对，应该是一个刻线而已，看上去是吧？好像还是没裂开哦，反正看上去有点恐怖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GG了。然后它的一个球形关节这些地方。 容易去喷溅，那特别是足部的这一块，这个地方，它这个球杆，你看这个球杆是在外侧啊，但是变形的时候呢，是有一个，反正会用得到。那整个关节，包括它这里这一块部件，这样看起来还好，但是你转到特殊角度之后，它就完全松掉啊，它只有特定的这个角度它是稳的啊，这个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。 能够做成这样，那其他的可动倒是非常的不错，头部就不展示了，这个手臂前后可以动，因为变形的时候是有需要的。那么腕部啊，腕部以下是没有可动的，那腰身可以转动，变形的时候会用得到。然后这里有一处的一个球形关节在这里，但是这个球关的话，我是不建议太自由去转动啊，它是容易去喷出来的。然后膝盖可以动。 那么这个前脚趾跟后脚趾在变形的时候，前后位置是需要对调的，所以它也是有一个可动性。整体来说呢，它的设计美型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在关节方面的表现，确实比较差。塑胶的话摸起来也是有点偏软，我感觉就是不是很耐得住把玩吧。如果你永远把它变成枪，可能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你长期要机器人把玩的话，可能经常会需要在关节上去做一些调整或修正，那我们就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。首先的话呢，这个头部就把它直接往上掰上去，手的话呢往上转之后啊，你看到这里是有一个凸啊，它要扣进这个洞，就把它给扣进去，然后它是有斜一个角度的，斜一个角度扣进去。 然后你要稍微找一下，好，扣进去了。扣进去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手爪这个部分啊，手爪这个部分，它是要单独再转过来。然后这里不是有个凹槽吗？这里是利用一点塑胶的韧性啊，把这个手指啊给卡进去里头，就这样，这一侧就算变形完成了。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把它给往上翻，翻上去之后啊，把这个凸啊跟这个凹啊这里做一个结合。那我提过了啊，这个是有一个斜的一个角度的，它并不是非常笔直的一个方向，稍微要斜一个角度这样下去，好，上面扣上去了，再把这个指头呢给塞到这个缝隙里头，这样，好，那么头跟身体啊，我没有发现可以卡的地方，应该就是这样而已，没有其他的了。然后腰身旋转180度，再来的话呢，把脚的话呢，这里两脚，先把它给。 伸直一点好了，我们先把这个脚前趾跟后趾做一个对换，就是说呢，后面的指头移到前面，前面的指头移到后面，好，保持这样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。那这里要反转，斜一个角度，转出去啊，方便我们这个前脚趾跟后脚趾做一个替换。好啦，到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两个地方可以做一个合并了。这边你把它给往这里，不是有个凸吗？这里有个洞，凸凹，这里做一个结合。 把它给扣上，这个地方的结合比较奥妙一点，就看上去好像扣不到，其实它是可以的。好，捏上去，这里也是一样的，后面这里一样是有一个结合卡扣。好，都扣上，再来怎么做呢？这个地方，这里不是两个凸吗？要扣进这个缝里头，扣上去。 卡一下，这样的，好，卡进去了。再来怎么做呢？把这个往前面，这个膝盖这地方是反折下来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凸，我们在这个原本的脚掌的内侧是有个凹的，脚掌内侧是有个凹。然后呢，把它给扣上去，往前面推上去。然后这里呢，它一样哦，是有稍微斜斜的一个角度。然后呢，枪的两侧造型不一样。 这一侧的造型是完整的，这里有个洞的造型，把这个黑色的凸扣进去，也不是扣进去，只是放进去。它主要的结合卡扣是脚底板的那个凸跟凹，但是这个地方扣进去之后呢，它就感觉好像有个黑色的管子连接过来，把它扣进去这个洞里头啊。这是造型来讲，这是非常加分的一个点。但是另外一侧的话呢，那个洞就变成螺丝孔啊，所以这一侧就也不错了啊，只能说它就是利用这个部分把这个螺丝孔给挡起来。 但是没有办法挡得像隔壁那么漂亮啊！你看，还是可以看到是一个螺丝孔，但这边的话就是一个连接完美的一个造型。好，到这边最后把这个握柄往后面调整一下，这个能源枪啊的变形就算是 OK 啊，一体性算很好，完全都扣上去的话，那其实变形也不是很难，就是有一些零件可能变形过程中有点松，但松归松，也不至于说就很容易就是喷出来，并不会，除非说你。 真的非常粗心。那变形成武器之后呢，它一样有两个很吸引我的地方。第一，它这个尖刺，整个是朝前面，非常的有外星生物的兵器的感觉。再来就是它这个金属蓝，或者是说能源的这个蓝色的这个光，这个图章我觉得非常的漂亮啊。这个对准镜头的时候就是有点要发射的感觉。然后握的时候呢是这个地方，看到没有？这上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凹槽，是这个地方要去握在。 Barricade 的这个虎口的这个地方，就我现在食指指的这个地方，好，跟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斜角度的这个坑，这里我们就把它给握上去。其实你不是握住这里的话呢，好像也是可以拿得住了啊，因为它这个本身玩具的这个指头的握持力度还是相当足够的啊。握上去之后啊。 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啊，其实它是基本上已经不会掉了。那是一把非常帅气的枪。那其实当时看到这一款，这个武器的时候，觉得这个配件包呢，就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啊。相较于其他必须把这个部件替换掉的配件来说，这个算是非常加分的了啊。那就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